开始，你好，晚上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彦堂，我是他的助理，对，我们的助理宝宝帮我们长进。今天呢，我们一样直击现场，第一次来到这边，所以你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一定要把影片看完，跟我一样一起看房子。我们尽量拍清楚一点，拍仔细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这样他才知道。这样才会知道说你这件是不是你要的。是的。对啊，这样子你才不会白跑一趟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。是的。对不对？对。也等于也就是不要浪费我宝贵的时间。没有，开玩笑。这里是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台中市丰原区有一个住山的那个楼店要卖。哦。对，那他呢？无疑呢？他这间呢，住山的这个楼店呢，可以当做工作室，也可以当做是住家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的华夏公寓大楼啊，动不动就破千万以上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楼店呢，又可以当店面，那又可以怎样？你知道吗？怎样？又可以住家，又可以做工作室。嗯。而且门口还可以停车。其实我们的车子可以停这边。现在目前是因为它上面有那个招牌，它开卖的招牌，别家中介在卖，这家呢不是只有我们在卖哦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话，就要快，同一的价格，同一的开价，同一的底价。嗯。前面我们这里可以停车，你要去哪里找？现在随随便便的话，停车位的话，哎，平面车位你知道现在都要多少钱吗？一百万都买不到了耶。嗯。那机械车位60-70万，有时候还买不到。那我们这一间呢，才988万而已。哦。988，赞吧，还不错，又有车位，还不错，而且它有整理，而且它有整理，你只要准备那个头期款就好了，自备款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在它的骑楼，对，这是它的骑楼。骑楼目前呢，其实呢，我看过了，这边都没有那个其他的那个什么，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，有，这边有住户。哦，所以我们所以这边呢是住户在停的，所以我们到这边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到这边，这个骑楼其实，这个呢骑楼有争议，是不是我们的？我就还要再有待去调资料。对，除了调资料以外，我还要去查一下，说这个骑楼是不是我们停，还是说邻居也可以停？哦，就对，而且他这个是不用管理费的。哦，那当然啦，我建议啦。嗯。你如果买了这间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放一个牌子，我要净空，因为我要施工。哦，了解。这是我的方法，懂吗？了解。对，那这一间呢？它是一楼加地下室，它不是一楼加二楼。它呢，地下室你刚刚有去看过嘛？对不对？我刚刚请你去看过，怎么样？粉刷过了。粉刷过了。然后大家看看，然后等一下也要去看看一下。啊，还有。它的建坪登记是28.46坪，室内坪数是13.47坪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。那还有就是什么？它是桶装瓦斯的，屋龄只有31年而已，没有管理费，大概是这样子，而且是住山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房子大概讲很清楚，坐向呢？这个坐向是朝南，坐北朝南。哎，帝王坐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线路。哎，有更新过哎。部分的。对啊。OK 哦，还不错，粉刷过，地板也弄过。对啊，所以这一间呢，那我看一下深度，因为有些人要当店面嘛，我们不要从骑楼开始算好了，我们从这边开始算，这边好了啦。因为这边是铁卷门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算到里面去哦。OK， 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米至12米深度，面宽呢？我算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刚刚那个不是这边的住户，他都跑来这边停，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方法是可以的。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大约4.8到5米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
不是隔壁楼上的邻居哦，是旁边哦。是的。所以呢，我刚刚那个方法绝对可行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呢是隔间的，因为为什么楼下有楼梯，地下室是我们的，我们不是一加二楼，是一加 B one。哦，来，哎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后面还没看。不是不是，太快了，我的机器差点被你撞飞，吓死我了。不会的，来 ，OK。那走啊，我们去看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个呢是实心的墙。哦。嗯，后面呢是小厨房，这边可以放一个小冰箱。小冰箱？对。你认真的吗？这是做吃的怎么办？不会，我像这种不会做吃的哦。这边一般都做那个什么工作室，像什么办公室啊、美容室啊，类似像这样子。哦，那如果做吃的呢？这边做吃的一般比较不可能。没关系，这样子吧。他如果做吃的，包包没关好，你转过去。等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吧。如果他做吃的，你就要给我两颗。我跟你讲，他做吃的话就还要伤脑筋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中央厨房。还要伤脑筋的是什么？找排油烟管，懂吗？哦，对，对，好吧。楼上的邻居会抗议啊。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这个是实心的吗？不是，割出来的。割出来的，那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实心的，只有这个割出来。厕所，来这边，厕所这个是实心的哦。它应该是包覆墙壁啊。等一下，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分界线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个是实心的，这个是木头的，因为它一起粉刷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对，所以呢，他故意做这一块出来，就是要阻挡说看到洗手台就对了。来冲厕所。好，我们冲一下厕所，看它水压够不够。超强马力，一冲到底，水压还算上的蛮大的。对内窗，好小啊，你的对内窗。对，对内窗对着后面这个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放洗衣机，对内窗，厕所的对内窗到这边。你看下面那个，那个是化粪池。等一下哦，这里是晒衣间之类的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好。好，现在已经看到了。然后这个是桶状瓦斯哦，不是天然瓦斯哦。嗯，好。然后这边是呢，台中市丰原区自强南街的蛋黄区住山。好，那后面什么情况？后面的话就是人家隔壁啊，别人家哦，水沟，对啊，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，这不是水沟，这是那个类似防火巷，但是我们的没有后门哦。好，我们到楼下去看了。我现在很好奇，地下室有的人怕潮湿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已经科技那么发达了，除湿机很先进了，除湿机。看，马上就有空位了，你看，所以呢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说，近期施工，请勿停放摩托车。楼地板一定很高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住山，至少有两个半的米。对，来，两个半的米。来，我来，上次不是说看一下说，这个到底有几米？对啊。那个什么，那个高度有几米？我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米，别算了，有六个半，两个半的你，对 ，OK 吗？上次我算的是三点，一般住家有没有3.5？但我不知道好，我们现在下楼喽。我现在看这个楼梯好不好走？你看这个高度多高啊？其实我建议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做什么？隔间呢？还可以隔间做什么？厨房，不是厨房，储藏室。哦，储藏室。对。放杂物啦。对。讲白一点。对，好，来，把我们下去。它这个地板都楼梯地板都用过了。这间呢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宝宝，我们不是常常去给人家家庭式按摩吗？哦，放好几个床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可以这样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你可以做你的休息室，这个地方。睡那边哦。你睡觉的地方，一边工作，然后一边又可以睡觉。哦，那你这样说的话，不止做按摩了，还可以做纹眉啦、
指甲啦、啊。现在还有，听说还有什么拨筋呐、啊？哦，对啊。OK， 各种各样，看个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边的地下室的那个这个管线呢，它的屋里呢31年，所以呢这还是堪用的。哦，我看一下是不是31年。我记得我有查一下，说，哎，真的，31年，所以上面其实有稍微改一点点。对，好 ，OK。而且我进来之后，我闻到霉味。你闻到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整理过后的味道。对，粉刷。而且没有，我觉得不会潮湿。就是回音。这是我的感觉。就回音很大、啊。但是你很怕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放除湿机。哦，了解。好 ，OK。刚刚那个地下室是你从这边开的吗？没有，还是说我从那边开，这边就可以就有亮灯了？好像是。OK， 好，所以介绍这一间呢，很快吧？你看喽，我们这个楼梯真的很好走，这宽度也很宽。嗯哼，对呀、啊，很宽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两个转折点，是，所以呢楼梯不会陡，不会太陡。OK， 好，我们上楼吧。我再拍一下最后的那个。像我已经步入了50了，膝盖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很轻松的走，真的很轻松的走，跟我们家楼梯一样，还 OK 吗？在转镜头中，好，我现在要看一下，检查一下门窗。这边呢，附近旁边是一个乐天宫，你可以 Google 一下。我看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正确位置好了。来看一下，左边。不是，等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自强南街呢，跟乐天街的交叉路口，也就是说自强南街跟自强南街226巷的交叉路口这边附近。启动哦。很清楚了吧 ？OK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大楼的外观。刚刚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看你的脚下。怎么了吗？它有阶梯耶。对，这边有阶梯啊。当然啦、啊，你也可以改成什么？哦，坡道式的。开车上去。哦。看个人了、啊，这边是没有管理员哦。有啊，没有。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说啊。没有管理员会管你说你上面可不可以停车。哦，不是，其实我是想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坡道啊，有做跟没做是一样的。宝宝，来拍外观一下。等一下哦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才在讨论说那个坐脸的、啊，旁边就有一个砍棒是坐脸的、欸。对啊。糟糕，可以跟他变输呀，神经有点拜托。好啦，上面也有别家的广告啦。不过我希望我们今天拍的这么清楚的话，你要来找我们，愿意来找我们，对，继续支持，对，支持我们，支持我们拍片，对啊，你看哦，我们到了晚上这么晚还是出来拍片，嗯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么辛苦，而且还流一堆汗，说真的，第一个把我们的影片看完，第二个加我的 LINE， 麻烦就是加我的电话就可以加 LINE 了，0977188512就可以加我的 LINE 了。你当你要加我的 LINE 或者是已经加我的 LINE 的时候，打电话跟我讲一下，麻就是举手之劳打一下电话跟我讲说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才能上去按确认加好友。第三个，我要组一个，我和助手宝宝有成立一个群组，叫做兔面堂 YouTube 粉丝交流区。说真的，我很喜欢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家都会在上面讨论。像我前几天拍的那个案子啊，他们也出来探讨说这个房子怎么样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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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都可以讲。OK， 麻烦你们。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支持我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当然啦，我们中介是没有底薪的，都是归零的。我希望你就是让我们带看，
我带你看，然后让我们成交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的拍下去，继续的拍下去。我们的好处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拍的影片都是纪录片，拍的这个纪录片呢，以后你就可以拿出来看。哎，以前的傅小姐好年轻啊，或者说，哎呀，对，傅小姐说的没错，当初我为什么不买房子呢？现在房价怎么那么贵？好，相信我的话，房价只会越来越贵而已。好的。因为寸土寸金，台湾真的没有什么土地了。你要买便宜可以，日本很多。这话说的。好啦，大概是这样子的，不多说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反正我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嗯，对不对？好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